相对于长达130多年的汽车发展史来说，近代城市 SUV 这车型所走过的历史，那不过就是个零头。30多年之前，近代城市 SUV 起源于一个既渺小又简单的念头。当时住在美国城市和市郊，却开着越野车通勤的那帮人，希望能够有一种可以牺牲一部分越野性能来换取媲美轿车的灵活操控和更省油的车种。 Jeep 这个最了解美国越野车市场的厂商，就在那个背景之下造出了这款使用承载式车身结构的小型越野车切诺基。30年后的今天，中国、美国、欧洲三大汽车消费市场 SUV 的销量都已经超过了轿车，在所有乘用车领域的占比几乎高达 50%。 不仅如此，这类车型也变得越来越细分，有操控油耗媲美轿车、视野和通过性却高轿车一等的城市 SUV， 有跟商务轿车同样高规格的行政 SUV，有专为政界领袖、社会名流打造的豪华 SUV， 有驾驶乐趣匹敌性能车的运动型 SUV， 甚至还有对标唯美敞篷车的敞篷 SUV。 那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轿车都能够找到与其对应的 SUV 版本。然而，人们对速度持之以恒的追求，也促使车厂把魔掌伸向了这类原本与速度二字并不沾边的车型上。从换上了大排量发动机初尝禁果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依靠超凡的速度和卓越的操控这两大法宝出奇制胜，以至于时至今日，他们的性能可与纯种跑车一较高下。这一期的马力对决，我就要跟您聊一聊什么才是赛道级的 SUV。特斯拉 Model X Performance 引领一众猛兽冲线的情景，那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这位不动声色的选手，只需要您小手在屏幕上点一下开启狂暴模式，就立刻能上演一出电气化虐杀 V8 的跨时代大戏。不过电车嘛，你懂的，像这种吃了兴奋剂一样的超水平发挥，最多可以维持五六回，然后电量掉到80%以下就彻底怂了。反观这些喝汽油的选手，那拼的才是真本事。兰博基尼变态级的马力压榨把 Urus 送上了亚军，而动力稍弱但传动系统、四驱系统和 Urus 高度一致的奥迪 RSQ8 紧随其后。虽然在一串猛如虎的操作之下可以开启宝马 X5M 的弹射控制系统，但是扭矩少50牛米，后轮宽了20毫米，整备质量重了5000克，势必会在直线上吃点小亏。不过最遗憾的还是 Jeep 的 6.4 升铁肺终究是印证了在涡轮面前再好的自然吸气只有吃土这个份儿的残酷事实。涡轮干翻自然吸气，就像电气化干翻燃油车一样毫不留情面。在处理动力和加速的问题上，没有谁能够比美国人的哲学来得更加简单直接了。想要快是吧？没问题。Jeep 从克莱斯勒 SRT 部门薅来了几位工程师，人家掀开发动机盖一看，哇，三下五串就决定把镇宅的超大排量 6.4 升黑密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装到了这台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用 SUV 上。这么一改之后，让原本286马力9秒破百的成绩一下子来到了468马力加速 4.9 秒。加速啊是真的爽，但是有些问题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人处理问题的逻辑好像比任何人想的都要更加简单天真。因为这辆车就只是一台换了超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普通汽车而已，
它的变速箱呢依然是奔驰的 5G Tronic， 并没有因为动力的暴增而进行强化或者换用更加敏捷的双离合变速器。悬架系统硬件啥也没改，只不过动了动程序，把原来为了越野而生的底盘上升变成了为了降低风阻的底盘下降。那唯独被工程师拿回去回炉重造的呢，就只有这套刹车系统了。毕竟这么大一个铁坨子，如果跑起来那是真刹不住啊。所以呢，美国人对赛道级 SUV 的理解那就一个字儿，快，就完了。相比之下，德国人对赛道级 SUV 的理解就比美国人心思缜密100倍。X5M 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哇，它身上怎么那么多 M 轿车上的运动套件啊？前包围下半部分像极了 M5， 巨大的进气口背后隐藏着额外的水箱散热片和制动盘冷却风道。你再看看硕大无比的21英寸轮圈、前窄后宽的轮胎，还有低的惊人的35扁平米，这些绝对不是让你开出去越野的。它还标配了 M 主动差速器，前后左右自由分配扭矩的设定跟 M 轿车一样，辅助你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去进行勾弯。电磁可变悬架比之前的空气悬架拥有更快的阻尼改变速度。 X5M 令人痴迷的核心点在于啊，如果你开着它跑山跑赛道，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底盘坚若磐石。不得不说啊，宝马对底盘的调教精益求精，让 SUV 也拥有了不亚于高性能轿车的极致操控体验。你以为有了大排量发动机、精准的操控和开赛车般的感官刺激就够了吗？哼，格局打开，朋友们，有请世界首款超级 SUV 来告诉您抓地力为何物。在您看来，兰博基尼乌鲁斯可能就是它用保时捷 Cayenne Turbo 底盘，再加上自家 Avantador S 后轮转向技术，再加上大众集团 EA825 4.0T 特调版传出来的怪物。但实际上，兰博基尼老板拼了命的想要维持住品牌调性和稀缺性，他们只给乌鲁斯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快到不可思议。 4.0T V8 比 Cayenne Turbo 足足高了100马力，探讨刹车盘出厂标配，但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它对抓地力的极限把控。Anima 驾驶模式旋钮里整合了方向盘角度、横向 G 值、油门开度和轮速传感器等一系列的电子元件，借助几千行代码把发动机、变速箱、四驱系统、空气悬架、电控、防倾杆乃至于差速锁时时刻刻维持在这辆车的极限状态。它的调教没有给车手任何退缩的余地，它完全不会对你的野蛮操作做出太大的限制，这种感觉和开真正的赛车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乌鲁斯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同样激进，车身上那些夸张的孔洞和翼片那都不是摆设，而是处处从细节着手为车辆提供下压力，最终赋予车辆足够的抓地力。当年它的纽北圈速可是让一众超跑汗颜，也曾经是地表最快的量产 SUV。虽然说后面冒出了个 Cayenne Turbo GT 来捣蛋，但是乌鲁斯的地位早已在各位心中封神了。那和兰博基尼乌鲁斯同款的 EA825 发动机、乌鲁斯同款的底盘、乌鲁斯同款的八速变速器和四驱系统，想花乌鲁斯一半的钱就买到乌鲁斯90%的性能，别傻了各位。但凭良心说，这台奥迪可能还真就和兰博基尼乌鲁斯有着90%的相似度。发动机虽然少了50马力和50牛米，但动力响应就跟让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就能反咬你一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感受跟乌鲁斯那不叫相似，那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正是因为他从乌鲁斯那儿学了不少真经，我们才能够得以在这个本来没什么个性的品牌上见到一些令人振奋人心的东西，那就是赛道级 SUV 所带来的火爆驾驶气氛。Model S Performance 这辆车完全就是来捣乱的，它用了两台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电动机，就干掉了一众潜心研发数年的旷世 V8。这已经不再是785马力和1140牛米这两个数字有多恐怖的问题了，
而是在乎于统治汽车历史100多年的内燃机在电动机面前到底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你在 Model X Performance 身上找不到任何张牙舞爪的空气动力套件，车内也没有为了刻意渲染驾驶氛围而增加大红大紫的装饰，甚至这个 Performance 版本跟普通版本比起来，只是尾标上多了那一道红线。但是新时代的革命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又悄无声息，它只用了增加电池、提高电流的手法，就把马力提升了几百匹，扭矩提升了几百牛米，这在化石燃料时代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Model X Performance 是赛道级 SUV 应该有的样子吗？如果用传统的眼光去看的话，它现在并不是。但是在我们可见的将来，速度不再是问题，但燃油车那种干柴烈火的驾驶激情却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消失殆尽。在这些横列一身肌肉的车身之下，藏着诸如可变阻尼悬挂、可变防倾杆、可变齿比转向、更激进的油门响应换挡逻辑，甚至是应付赛道驾驶的底盘调教以及扭矩矢量管理系统。我们还是要动点真格的，看看这些大块头在赛道里的真实水平到底和厂商宣传的有没有区别。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车手杨硕。谁才是最强的赛道级 SUV 呢？首先呢，要 pass 的就是美系大 V8， 因为它太过年迈了，所以成绩不好，我们这场呢就先不看它了。而其他几台车里呢，唯一需要使用换挡拨片呢就是 Urus， 因为在这五号弯它总是降不到二档，感觉呢不太聪明，所以就只能让拨片被迫营业了。另外呢，按理来说 Model X 应该是出弯最快的车，但由于呢无法解除 ESP， 所以它出弯呢反倒是最肉的。另外呢，它这个刹车真让人头疼啊，好像它自己会判断刹车的力度，所以跟你踩的深浅呢没有多大关系。而宝马 X5M 作为这里排量最大的，虽然动力参数比 Urus 少了40匹，但实际动力输出呢感觉可一点都不怂。只可惜呢 X5M 的避震行程太长，跑赛道呢是忽忽悠悠的，所以圈速呢也并不理想。最后呢是奥迪 RSQ8， 作为这几台车里唯一在纽北刷过圈并且拿过最速名号的 SUV， 好像来一车金港呢就有点水土不服了。一是在每个低速弯它的内侧后轮都会跳轮，也不知道是轮胎的问题还是差速器的事儿。二是动力衰减快的出奇，再次通过前场直线尾速居然能差出十几，而 Urus 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最后冲线的先后顺序呢分别是 Urus、 RSQ8、 X5M 以及 Model X。五辆车最终拉开了很大的差距，除了排量唬人别的都不灵的 SRT 遗憾垫底，新时代美系车的代表 Model X 名列第四，两辆德国老乡将成绩猛提了一个 level。 X5M 以不到 0.5 秒的微弱劣势略逊于 RSQ8， 而 Urus 则以绝对的领先地位傲视群雄。美国人对性能的粗暴理解最终没能转化成赛道上的亮眼成绩，新旧两个时代的美系代表分别以第37和第26名在榜单中泯然众车，而相爱相杀的两位德国老乡则仅以不到 0.5 秒之差分列第13名和第11名。最后来自超跑故乡的 Urus 以第7名的成绩杀进了只属于赛道玩具的绝对领域。赛道级 SUV 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们心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在一帮对凡事都刨根问底尽心尽责的工程师手中总能变成现实。他们用实实在在的双手为您成就梦想，尽其所能的完善一丁一卯，打造出令人啧啧称奇的完美作品。国内的汽车工业起步比较晚，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追赶着世界的脚步。仅仅花了20年，我们便从仿造国外车厂 SUV 的野路子一路跨进到了自研自产的阳关大道上。这一路虽然十分坎坷，但也诞生了一些不负期望的作品。长城、哈弗 H6 连续31个月稳居国内 SUV 销量冠军，上市4年时间销量突破100万大关，创造了奇迹。比亚迪唐让世界看到中国创新力有多么强大，他们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传统燃油、混合动力、纯电动全擎全动力产品体系，并加速向智能化过渡。作为第一个杀入合资品牌中高级 SUV 价格壁垒的车型，广汽传祺 GS8 让国人认识到原来我们的设计完全可以做到与世界接轨，品质也可以同合资品牌相抗衡。我们落在起跑线上的差距有像领克这样外观、内饰、制造工艺样样能打的选手在奋起直追，有在冲击高端阵线上为坦克500凭借强大产品力和一路走来累积下的自主研发能力，中国制造终有一天会闪耀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他们的背后藏着正向的价值观理念，藏着敢于突破的技术创新、尽善尽美的研发设计以及一丝不苟的制造工艺。正是有这么一群隐藏在幕后却脚踏实地铺路的人，让大家拨云见日，看到中国汽车工业
璀璨的明天。危险呢，你这里边空气得多少啊？准备，三、二、一，走。